今朝子哈哈姐带咱去一班辣盖六排旁路的一家西装店。搿家西装店的女老板呢，可以讲是阿拉南外滩的时髦精。就伊自家设计的女士的西装，搿种色彩搭配、面料搭配，摆脱了中性风，上身感觉很有女人味的。今朝带大家去看一看。啊，今天讲一讲我们陶总的穿搭。您为什么选紫色就这一套呢？夏天要穿亮一点，紫色会比较显肤色白，然后也比较有女人味。麻的面料比较适合夏天，透气性也比较强。这个裤腰的话，它有两种穿法，你可以用普通配的腰带，也可以自己搭一个。然后这种是一个扩版的，它比较显腰身，就是不挑身材。麻的就要稍微做个宽宽松松一点，穿的比较随意。我这款是醋酸面料，吹感特别好，而且抗皱性很强。它不会皱，就版型显瘦，比较经典的款式，我觉得比较适合职场穿搭。这个颜色好高级，好高级，好高级，好高级！哇，太美了！太显瘦了。这里面是半衬的设计，比较轻便透气，怕热的小姐姐可以入这一套，然后又偏职场风一点，非常非常显瘦，换个人穿都很显瘦。更多西装穿搭下期再聊。